好，昨天是有位学员提出，就是用那个界面那个马兰格尼斯那个张力这个来实现，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它是有一个小问题在这里，它是我因为我跑了2盟，就是可以看到它确实也能形成这个流动，但是呢，它这个。这个时候，它的液相体积分数是还为零的。它虽然它意思，但是它温度梯度是有的。它这个意思就是只要有温度梯度，它这里就会施加一个那个原相，就动，就那个，你看会用那动量守恒方程上。那么，他就这个问题就是与实际不太符合，就是因为我实际的话，就是我这个融化了，有液体的，这个表面这个马兰格尼力才往上施加，它这里是还没开始，还没融化，它就给它施加上了，所以这个系数我们用的时候，这个界面如果要用的时候，就自己要需要写一个啊，这里还没法加那个嘞。没法加 UDF 这个位置，因为它没有那个选项，这几个参数它没法选的。要用的话，就是刚开始是零，后面出现液相了，那才开始加，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用了的。就这么一个问题，昨天提的。那个如果后面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私下交流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然后大家准备好了的话打个一，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啊。就行了。那接着昨天那个内容，就那篇文章。然后我们先回顾一下它的这个需要实现的一些物理现象。它这个就是一个稀铅合金。然后在这个模型中充满了，然后初始成分是10%的铅，锡是溶剂，铅是溶质，然后初始温度492.14 K，然后从这个温度，然后它开始，这边是可以散热的，就相当于它实现一个定向凝固的作用，然后上下两边都是绝热的，这边一个对称界面。然后这个尺寸，这个建模都比较简单的，就是网格模型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它的假设就是，柱状晶以一定的、确定的、人为给定的一个 lambda 一，就是 lambda 一在这就一次之间间距嘛，相当于是。然后由于散热作用，然后它开始慢慢往里生长。往里生长的话，它有一个就是有个传热传质的一个过程。首先，它生长，它有溶质要排出来。溶质要排出来的话，因为锡铅如果浓度高的铅的话，它密度会增加。这是根据它的那个系数来的，它有一个浓度膨胀系数来的啊，这是温度膨胀系数，它有这两个系数啊，就是然后。随着溶质排出，然后这散热温度下降，然后它这个溶体会沿着这个壁，然后从上往下流动。流动的过程中，它会把排出来的铅，带到这个铸件的底部，然后富集在这块区域。根据那个相图，我们知道，那相图在这，如果溶质成分变高的话。它这个是液相性
温度，它的液相性的温度会随着溶质成分增加下降。那么我后期比如说我要凝固的话，我只有温度低于液相性温度，它才有可能开始凝固。那么底部如果是负极的铅合金的话，那它相当于需要的温度要更低。那么随着这个散热的话，它其实凝固会变慢，就是到后期才会凝固。上面的比较铅含量低的地方，它因为熔点高，它这里散热了，它就马上就可以开始凝固了。所以上面开始凝固的快，下面凝固的慢，最后在底部区域就会出现第一个就是铅的负极，第二个就是它凝固变慢，然后在这块区如果凝固跟流动出现一个波动的话，它就会形成局部区域的某些地方凝固的快，某些地方凝固的慢，最后凝固慢的地方就形成残余那个液体，金属液体，然后形成一个通道，这个通道的话，它的成分是因为它是负铅的，所以它是一个正偏西的一个通道，然后凝固快的地方，它的成分是低于平均成分的，就会出现一个负偏西区域，所以最后出现一个通道偏西，就是周期性的一个，就像这个一样，周期性的一个一个形状 这就是一个通道偏西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它这个文章就主要是就研究就先借这个模型去实现这个通道偏西。第二个就是研究不同的参数，比如说 lambda 一变了，就比如一次资金间距变了，它的这个通道偏西是增强还是减弱？然后还有后期我们可以它就人为的排了一个密排的三这个形状，就比较三最紧密的，比如三个资金这样排，然后它根据这个密排的话，它可以推算出这个是这个圆柱的表示一个那个柱状晶，分别表示柱状晶啊，这个是一个单元，红色为一个特征单元，相当于它一个周期性的无限扩展，就形成我们整个一个柱状晶的一个密排的一个特性了，然后它就分析这一个特征单元，特征单元的话，那我建模过程中，它就可以知道，因为你一个特征单元，它的固相加液相肯体积分数肯定要等于一的，对吧？因为固相体积分数那么它的体积分数就是这一块的，就这块是固相，把这三个的，因为我们可以看成这是个圆柱的，相当于一个横截面嘛，相当于是一个横截面嘛。然后它的这个圆柱的这个深度可以假设成是一个1米嘛，单位长度1米嘛。所以它根据这个可以算出 Fs 是这个三个扇形的面积乘以它的深度是1米，这个是1米。比上。就整个特征单元的，体积，这个是 Fs 的体积分数，FL 是类似的，FL 其实一减去 Fs，Fs 已经知道，FL 肯定也知道了，它俩加起来应该等一的。还有一个就是概念是面密度，面密度就是单位体积它有多少，那个就是，资金，它这资金就是由细变粗的一个生长过程中，就单位体积中有多少。这个面积就可以共生长的那个面积，那它就是，那它这个柱状晶由细变粗，它生长面那就相当于它这个圆周的这个位置嘛，就这个位置，所以它是三个弧形的长度乘以一个一米厚的乘以一个一米厚的相当于是厚度嘛，就是它的一个面积嘛，
啊，除以它一个单元的一个体积，这样子的话，它形成一个面，可以成出现一个面密度，就单位这个单位体积内，它有多少面积可以供这个柱状晶生长，它这么来的。那么这个是个碰撞因子，碰撞因子的话，不同文献不一样的，它这里就给它细化了，就小于0.1的时候还没挨上，那就是没有。不存在碰撞，就不存在柱状晶跟柱状在那竞争。大于这个，它意思就是有竞争，就是会削弱，就这个意思。然后一般来说，这个，它也是这么设置，是为了后面计算的一个稳定性考虑的。如果不设置这个 FL 的话，当你凝固到最后，比方固相是，比方是固相是0.999。的时候，它最后一小步，最后一小滴液体要凝固的时候，如果不设置这个碰撞因子的话，它就会出现溢出，因为没有这个值的话，这个 MLS 会算出来会大于它剩余的那个液滴的一个含量。那么如果在传输中那个程序中，给它这个值比较偏大于那个剩余的那个液滴的含量的话，它就会溢出，相当于我没那么多液滴供你凝固，但你这算出来又大于我液滴的一个那个含量的话，它就会出现溢出。所以它这个也是为了后期的一个计算稳定性，就加一个 FL，然后可以是这么理解。然后这里这个文章主要核心的也。包括这个模型最核心的建模的话，MS 就是，比如它这个柱状晶，它有一个生长速度，就是沿着镜像的生长速度，这个 VRD 可以根据凝固原理那里可以推出来的，这里就不推了，就是一般这。它从液相这边，因为这边是液相嘛，这边固相嘛，液相往固相传了多少质量，就是这么来的。对，这一块，生长传至这块有什么问题？就求证 MLC 的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一下在群里，我看一下怎么给大家再讲解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我继续，就是大家打个一，我继续往下走。好，那我就继续往下走了。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 MLS 就是单位体积内、单位时间，它有多少液相传给固相，这个值我们知道了。那么知道这个值之后，然后就可以在传输方程上就可以做文章了。这是传输方程，就第一个质量守恒，比如它，因为它是欧拉模型嘛。就欧拉，就像两个独立的项，就液项跟固项是分开独立处理的。就是固项，你看它也有自己，液项它有自己的，比如质量方程、动量方程、然后容质方程。一个这个是含的话，就是算那个温度的方程，对吧？然后固项它也有，质量守恒。动量的话，你发现固项是没有的。这里所以它有个假设，就是固项静止状态的。它假设柱状晶是静止的生，就是从侧壁慢慢往里生长的，所以这个动量守恒这个对固相就可以忽略掉，因为它速度一直等零，就是我假设它静止速度都是等零的，所以它这个方程就可以，它就没写。然后容质传输的话，它有的，你看对固相，那这个含对固相它也有的，就是。
欧拉多向量流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个这个问题给它分开比较两个项，液项跟固项，它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个控制方程的。然后你比如说把固项还可以分成，比如柱状晶和等轴晶的话，那它又有两套方程，相当于可以有三套方程，就液项、柱状晶、等轴晶三套方程。比如有的要考虑一个空气项。那么空气项加进来，它又多了一套方程，所以在计算的时候，项越多，它需要求解的方程越多，那算的也会越慢，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它这里就是两项，就一个液项，一个柱状晶项，柱状晶项其实就是个固项嘛。对，然后我们刚才知道了一个 MLS，就是单位时间，就从液项传给固项有多少质量。你看这里就是这液项，那传过去的话，液项就要减少。减少那个质量，然后它就在这里体现了。然后这个传给谁呢？传给固相，固相那样，这两个值是一样的，一样大的，只是说液相是减少，然后固相增加。这里就是这个正，是个正的，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动量的话，我们等会再看。好，那么容质的话也是类似，它有个液相向固相传一个质量，那么它也是。液相它的容质要减少，固相它的容质要增加。具体这个值是多少呢？它后面有写着的。具体这个值是多少呢？它这里有写的。等会我们再细讲，先看这个宏观的，先看好。然后第三个函的变化就是，液相要向固相，它应该质量有传输过去。那么它液相的本来这个相当于值。这点质量是液相的，属于啊，它要变成固相的，那它这个它本身所带的函，相当于函就是一个能量嘛，它所带的函，它要带到固相里去，就相当于我这个本来就我自己的，我只是变成固相了，然后我肯定要传给固相，从液相里传过来。第一个，第二部分就是我有这么多液相转生成固相，那我肯定有潜热要放出，对吧？那样，所以它还有一个潜热。有个潜热的作用，就这两个有这两块的能量的一个传输，这是能量。然后最后我们来说一个动量，动量的话，它这里动量守恒方程，然后这几个是都是标准的，这几个到这里为止都是一个标准，就前面的话就是一个 NS 方程的一个标准形式，到这里为止。然后后面的第一个原项，啊，第二个原项，第三个原项，它有三个原项在这里，它原项分别什么意思？是你第一个原项就是热容质对流的那个原项，就是我因为液体的密度变化引起的。这个密度呢，又是跟浓度和温度变化引起的一个密度变化。那在这个作用下，它又有一个原项，就是最开始说的，就它要从上往下流，它有个驱动力在这里，它就体现在这个原项上。第二个原项是质量传输引起的一个动量。变化，它是怎么理解呢？就是我本来液相，我是一个有流动的，我是有个动，相当于我自身有个动量在那里。然后我因为由液相转成固相了，固相是静止的，那我液相中动量这一部分就要解掉，相当于要变成固相了，就像静止了，就相当于消失了。就这项是表示的是这一块的物理现象，还有一块这里加一个 D 是 drag force，就是。作业力的作用，作业力的作用意思就是，我液相在那流动，好，你这个柱状晶在那生长，那柱状晶肯定对液相的流动具有一定的相当于拖拽作用、阻碍作用，就可以很好理解，就是我水流过沙子，跟流过石头，鹅卵石跟流过那个河床的表面，那我的速度的减少的量是不一样的。就动量损失的是不一样的，它这里就是加了一个这个原项，意思就是我液体在这个区域中在流动，我不同的柱状晶，比如柱状晶有的区域，比如说我已经完全凝固了，Fs 等一了，或者0.9999了，而有些区域柱状晶才刚开始生长，才可能10%的柱状晶这个单元，然后剩下的90%是液体，那我这两个。这两种情况下，我对那个流
体，对液体的流动的阻碍作用是不一样的。那它到底阻碍是多少呢？这都是通过现成的模型去，可以计算出来的。它这里有写的，你看，这里托埃里阻碍，它用这个来算。这是几个就宏观的几个传输方程这一块，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走。有疑问，我们群里说一下。没有的话打个一，然后有的话在群里说一下，然后我给大家解答一下。那我继续啊，然后后面几个就是分开的讲解了。好，托耶利为什么会产生是这么意思，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比如做一个实验，那个管子里，填上沙子，第一种，第二种管子里填上鹅卵石，一种实验，第三种比如管子里填个棉花或填一个什么的，那就是沙子跟鹅卵石吧，它两个粒径肯定不一样的嘛。好，那么水从管子的这一头，相同速度进来，从另一头流出，那这个我们很明显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实验。那么从鹅卵石这边，这个管子从另一头流出的水的流速肯定大于这个水从沙子这边穿过来然后流出的速度，对不对？那么为啥有这个现象呢？就因为你初始速度一样的，中间无非是一个是沙子对它阻碍，因为沙子它直接缝隙嘛，然后你水只能穿过这个缝隙嘛。然后另外一个是鹅卵石，它间隙比较大，这水从鹅卵石间隙里可能能穿过来。那么它这个间隙的大小就相当于其实就渗透率。那么它对这个水的阻碍作用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个托耶力的作用，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阻碍，就是这个 K。其实就是一个渗透率的计算，所以它就体现在动量守恒方程上，就是一个托耶力的一个现象在这里，这么理解的。液相变故像，因为我们这个是 MS，就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它的相当于，有比较一个 data s 那么多的一个体积分数变成，由液相变成固相，就很小的一个微量，就一点点微量往上变的。那么这一点微量的话，它是它的所，它本身是因为是液相嘛，它肯定液相带有自己的含，就自己的能量，这块的能量要传给固相，另外，因为这个有个这个液相向固相转变，有那么多微量，因为凝固作用啊，它放出潜热，那么这个潜热的话，热量呢是大家平均分配的，它不是平均分配，就是根据体积分数来分配的，就那么多的潜热，它因为有那个微量的一个质量传输产生的潜热，要根据这个单元内它有多少的液相，多少的固相。这样，然后大家来，根据自己的体积分数来分配。比如说，我凝固的后期，我固相含量多，那么你这个微量，由微量，由液相变成固相产生的一个潜热，那我固相肯定要吸收要多一点嘛，因为我固相含量本来就多嘛。那你凝固前期的话，它液相含量多，那它这个潜热的话，会液相吸收多一点，固相吸收少一点，还是这样子来分配的能量。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一块，这宏观的这几个传输方程。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啊，继续往下走了。好，下面就细讲了，就第一个动量传输。动量传输的话，前面刚才说的这到这里为止，都是标准的 NS 方程。这里一个原项热容质浮力，热容质浮力的话，它是用这个来算的。还有个参考密度，就是原始的一个密度嘛。然后这个就是液箱的密度，它根据它一个 T 温度和一个 C 浓度的一个函数，它通过计算，然后这个是热膨胀系数，这是浓度膨胀系数，它也有个参考温度，一个参考的一个浓度。这个参考温度、参考浓度，一般我们都设置成一个初始的温度、初始的浓度。那么随着这个计算的进行，温度肯定要变的，这个液相的温度要变的，液相的浓度会变。那么它跟参考就最初始的那个温度和浓度肯定是一个差值的，根据它们膨胀系数可以就算出我此时它的一个液相的一个密度。那这个密度差，那这两个差，密度差除以 这个就是下面这个路就是参考的那个，你可以用参考的那个，密度就是初始的那个密度，然后它就可以算一个热容质浮力，因为这个东西就在重力作用下才产生这个效果的，在太空中是没有这个效果的，因为重力为零。好，这个是热容质浮力的一个原项。第二个原项就这个，这个的话就是刚才说的，质量传输引起的一个动量的一个损失，相当于，就是液相向固相传了多少质量，这个，但这个质量液相本来是它有一个动量的，它有一个速度的，固相它是没有速度的，就是静止的，那么它这个相当于是UL 减去零，相当于，相当于速度差嘛，然后乘一个 MS，就是在凝固的过程中的动量传输。容化的话就很简单嘛，容化我本来就是，固相是静止的，那我融化完变成液相，我也没有速度给它呀，就又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可以零的。那下面一个托液力作用下的动量损失。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不同的固相体积分数，它对液体的托液力相对阻力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很好理解，固相体积分数多的那块区域，它肯定对流体的流动阻碍肯定越大嘛。固相越少的地方，那流体它肯定是流动肯定更畅快一点嘛，阻碍就越小嘛，就这么理解嘛。具体，哎，我这个阻碍值是多少呢呀？那不同模型就不一样，算啊，有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有很多，大家都可以试一下了。就后期比如说有不同的文献，它这个模型都是不一样的，可以测试一下它这一块，就这个动量的影响对它的一个船只的影响是有什么变化的，这个都可以测试的。这是动量守恒方程的一个传输，这块有什么问题吗？有的话群里说一下，没有的话打个一，然后我看一下先。好，那我继续了啊。下一块就是容质的传输。容质的传输就刚才说了，就因为液相向固相传质量，它传质量，它相当于是容质的传输会影响容质的变化。那容质的变化它就这么求的。凝固的时候，
是 K 乘以 C O star 是比较温度，在这个时候 C O star 这个是 C O star 对应下来，就是这个是初始成分 C 零，根据初始成分，根据初始成分，这个初始成分，然后根据当时的一个温度，比较液相，它温度是多少？这个是 TL，这位置是 TL，相当于。这是 TL，对吧？好，根据这个 TL 的话，我根据这个像图，我就可以算出它的 CO star，就此刻它的液相、它的溶质，它可以存多少溶质，这个量我就可以算出来了。如果超过这么多溶质，那么我就没法存嘛，存不了那么多嘛，那只能等温度再往下降一点，我能存那么多，那我凝固再只能。才继续进行嘛，就这个意思。那么它这个 CO star 根据这个像图算的，那么它在此刻，那么这个温度下，这个液体它能转换成固体，它是因为有个溶质再分配系数在那里，一个 K。那我固相的溶质是多少呢？它就是 K，这个值就是 CS star。就是相当于这 CS star 等于 K 乘以 CO star，这是根据这个三角形的相似性，这个都可以是可以算出来的。具体的话，我这里就不算了。这个斜率是 m，你只要问这个斜率是这两条线是确定的，就液相线跟固相线这两条线确定，而且都是直线的话，它的这个 K 值。就是确定的，这个是根据三角形相似，到时候可以私下里可以推导一下的，这没问题的。那么我知道这个 CO star 的话，那我就知道CS star，那么 CS star 就是液相向固相传输的时候，这个温度下它的溶质的传输量，那就是相当于 CO star CS star 乘以 MLS。但是 CS star 呢，又等于 K 乘以 CS star，所以它凝固的时候，它溶质的传输量就是这么多。这个相当于是它嘛，它是这么来的。但是融化的话，那就是这么理解了。融化的时候，我本来固相有多少成分含量，那我固相变液相，那么这个溶质的传输量。就是原来我固相所含有的那个溶质，所以它是 CS 含量直接传到液相，它是这么来处理的。这块有什么疑问吗？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走了。这溶质传输，这溶质传输在软件中实现的话，它其实是分两块的，因为。程序上啊，就是这公式上是只显示一个溶质的含量的一个变化，软件中它是一个溶质的一个变化，还有一块是溶剂的变化，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你液相中的碳传给固相中的碳，这是一块，那相当于引起那个固相和液相它的一个碳含量的变化，对吧？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液相中的铁，它也要传给固相中的铁，在软件中是分开处理的，但是在公式上它只用一个公式来表示的。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到时候程序呢，那里是跟这有点不太一样了。好，这一块没问题，我们就想往下走。下面一个就是能量传输，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MLS 就这个微量液相往。固相传输的一个微量、微单位体积、单位时间内的一个质量有了。那么第一块它的一个能量传输就是这个有了，然后这个是凝固的过程中，它液相
所带有的寒，它要减少，对不对？它这块寒呢，被加到故乡里了，哎呀，加到故乡里了，相当于它乘以它嘛，它减少了，就它嘛，它相当于它减少了嘛，对吧？然后另外一块，另外一块是潜热，潜热的话。就是这个是潜热，就单位质量放出多少焦耳？就我这里不是单位时间，单位体积有多少质量嘛？这个一乘相当于单位体积，单位时间放出多少焦耳嘛？相当于一个潜热嘛。而这个潜热，我们先不用看这个后面的值啊，这两个放潜热了，对吧？这两个一乘就放潜热了。放潜热，那潜热它要分配，液相的话，它分配 FL 那么多的，固相分配 FS 那么多，这两个加起来是等于的，FL 加 FS 是等于的，就这个单元内固相加液相体积分数肯定应该等于的，因为它没有别的项了，就两项啊，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是要等于的，所以潜热的话就液相获得它乘以它的一个 FL 那么多。固相就获取这么多，这是凝固过程中。所以那个文章中它是稍微有点小问题的，它那个写的那个，把文章打开啊，文章有点写串了它。你看文章中它这里。它这个是应该是 HL，它写成了 HS，它这里是有一个笔误的这地方，就这个情况。文章，文章它就这地方，这它是应该分开处理的。这是凝固过程，融化过程的话，就是两个都是 HS，这个私下里再交流，因为他这个文章中只考虑凝固，没考虑，比如重熔啦、融化，这个都没做，都没考虑，只考虑因为温度下降，它哎从高温往低温走啊，开始凝固这个过程。好，这是能量传输的第一块，第二块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人为的操作了。因为欧拉模型的话，它是两个独立的项，分别求解能量守恒方程。那它能量守恒方程，它求完之后，它会出现液相的温度跟固相的温度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因为它自己求都分开求能量守恒嘛。那么，但是实际上我某一个单元是固定的，我那个温度是个宏观的一个体现量。不会因为我像不一样，我的温度有差异，这个是在现实中物理现象是应该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就认为加了一个值，就这个值的意思就是能量方程求解完之后，我要使液相跟固相它俩到时候宏观上都体现上同一个温度，那么它俩的温度差。如果存在一个温度差的话，那我就要给它一个比较大的、无限大的，相当于无限大，你肯定有做计算，肯定是要有个一个确定值嘛。这个值就是很大，10^9次方，就比较大的一个这两个项的一个能量的一个交换的值，然后使平衡，它俩求出来的一个温度啊，宏观上体现出来就是固相跟液相。它俩具有同一个温度，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当于跟宏观物理现象也能对得上，就是宏观上，哎，我某一个位置测的温度就只有一个温度，不会出现因为我建了两个项，哎，液相跟固相温度不一样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是个人为的一个操作，是就可以这么理解。好，这上以上几块的传输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下面讲程序了。有的话，我们这里先解决掉。
因为后面程序跟它都对应的，没有的话打个一。那我们继续往下走了。这是一个些任务性参数，基本参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算力打开了。这是那个它的一个。程序一些，现在一些实现的一些功能都在这里，基本上都在这里写上了。然后分为几块嘛，第一块就是一个宏观的一些参数的定义，比如这些都常见的啊，看这个名称，那就能很好理解的这些，比如这个 T0 就是。TF 就是初始，就成分为零的时候，它的一个熔点的温度，相当于就是纯锡这个字，因为这程序都考来考去。然后第一块这块就是性能的定义的一个宏，这里主要是为了定义一个密度。液相的密度，比较固相的密度，这个 adjust 就是昨天说了，每迭代，它一开始它就会先调用这个程序去算，这个为了这个 adjust 为了目的就是算那个 MLS，那 MLS 是在这里开始算了，那这个生长速度，可以把那个软。生长速度跟文章是对应的，这生长速度，让生长速度保存在一个 UDMI 五里面，保存在一个存储空间里面。然后第一个表面密度，符号中的物理参数。就上面这个，这都有标注的。比较第一个派，这个很好理解。第二个中立加速度，对吧？这个是9.81，对吧？因为啥负的呢？因为到时候建模的时候，y 方向的负方向是施加重力加速度，所以是负。这是参考，这是密度。那密度这里有。看7000对吧？跟它对的，啊，这个是年度，那年度在这，跟它对应的，啊，这个是参考温度，那热膨胀系数，那白的 T 在这，对吧？啊，这个是浓度膨胀系数。对的啊，可能这里发现差一个100倍，因为它是用百分数后面，所以这里会差一个100倍的。你看它是百分数分之一，就这个有点不一样，对吧？然后这个初始浓度，你看，因为它10%嘛，这里我们用0.1嘛，就这个意思。TF 就是成分为零的时候。就是那个，像图那里，
这个温度，上面那个温度就 TF，这上面那个温度是 TF。K 笼子再分配系数，这 CE 就是共晶的一个成分，这个根据它这里有没有提供 CE 有，你看共晶的成分，共晶的温度，共晶的话意思就是成分到达这个成分的时候就液相就是马上转变成固相，共晶反应嘛，一个液相变成两个固相嘛。这个相图上都有的，这是斜率，就那个，就这个斜率，液相线的一个斜率，这潜热呢，那潜热，这个是潜热，跟它对应的，这个扩散系数。DAO，你看，把这 lambda 一一次值进阶距，这是二次值进阶距，它文章中是采用同一个值的。这个虽然它后面写的是两个，它其实是，用的是一个值的。这个是柱状晶最小的一个尺寸，因为你后面要求那个生长速度有一个。你这里有个 RC 嘛，你不能无穷小的嘛，肯定你无穷小，比如零或者是什么，你这个值就求不出来了，所以它肯定会有个截断距离的，就比较小于那么多，一乘以十的负六，那我就认为就是最就是一这个就是一乘以负六了，大于这个值的话，那就是根据这个来算就好了，它是这个作用的，保证数计算时不溢出嘛。它有个截断在这里，这个也类似的，突然你 k，你这个到时候会除以一个 k 的，除一个 k，你这个 k 不能出现无穷小的，你不能出现一乘以十的负50次，它能够算出来，那你这个无限大了，它就溢出了，就太大了就会溢出了，所以它有个截断距离在这里，不能让它无穷小，啊，这个也类似的，就比如说。这是一个体积分数的一个阶段，就是当比如液相体积分数小于这个值的时候，哎，我这个凝固也不用算了，MS 不用算了，就认为它凝固完成了，就这个意思。大于这个值的时候，液相大于这个值的时候，哎，我还要继续要算的啊，这个还没凝固完，就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乘以十的九次，就那个这玩意儿。好，这参数基本是就是这些。然后继续回到程序。那第一个密度，对吧？这密度，那前面都有定义的。红定义完了，然后直接就给它过来。这俩密度是一样的，就不考虑收缩，固液相密度是一样的。在 other 教室主要算那个 MLS，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程序里跟文章里的。你看，这算那个生长速度，你看根据它来算的。啊，第二个就是 SA，就是那个面密度，两面密度，就跟它对的。然后面密度会保存到7号的那个 UDMI，然后这个相当于那个碰撞因子，比较小于它的时候一嘛，大于的话。是这个值吗？这个值其实一个 FL 是个变量，剩这几个一除就是固定值嘛。这十点几，10.7411其实就是二杠二三除以括号二杠二三减派，就这个值。好，那它的 MLS 这个求出来就是那生长速度，面密度，这个是密度乘一个碰撞因子。你要跟它一一对应的，把求出来6号存在6号里。好，这个 MLS 我们求好了，
后面就是我们有 ml 十了，这个是那个1×10的九次，那个无穷大的那个，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交换，就液相跟固相它有个能量交换，无穷大的能量交换，为了使固液相的温度达到平衡，然后这个值，等挂载的话，就面板上再讲。这个先讲一下这程序每一段是干嘛用的。这一个就托特拉利，就固相跟液相之间，因为有个速度差嘛，固相静止的嘛，液相是在那流动的嘛，它两个托特拉利嘛。托特拉利的话，你看它这个是相当于一个现成的一个模型，跟这个是对应起来的，跟这个是对应起来的。你看，一一对应的，就求这个托特拉利。然后下面一个，第一个就是液相，这是一个质量传输的一个宏，就液相像固相传输的第一块质量就是它的溶质的质量，溶质质量就是比如我 ms 这个是刚才存了一个 ms 在这里面，我知道这个 ms，你看它成一个 ms CS star 嘛，这个可以先不用管它，这个是为了是溢出或者出现异常情况下，它才会用到这个。一般正常算的话都是在这个 CS star 嘛，这俩一层就 CS star 嘛，然后再把这个值反馈回去，反馈给这个宏，它相当于就液相往固相传了多少的溶质，就反馈回来。下一个就是溶剂，液相往固相传多少溶剂，那就是 ms 解去。去，就是解去溶质传输的量，那剩下就是溶剂嘛，所以它俩一解，这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好，下面这个是含这个你看这个红，一看就知道是个原相，对吧？啊，它是液相的原相，一个能量的原相。那能量原相呢，它就是对应的公式就在这。你看这个相变引起的一个原相的变化。那第一块。有 ms 那么多的液相的红含要减少，这对应的是液相，它要减少。然后它的潜热呢是这块是潜热，对吧？这块是对应的是这个值乘以它，这对应的是它。然后柱状晶的话，类似的，比如柱状晶不是液相这里减少了吗？然后那柱状晶这里要增加，对吧？那加这个，你看，ms 乘以液相的那个含，它这里写错了，这里其实是 HO，对吧？啊，要跟上面对应起来。然后下面这一块就是它这么多潜热，互相积分数要来均分，它对应的是这个值乘以它，这么来的。好，最后还有一个原相就是这个原相，对应的是这个红的原像，这个红就很好理解。那第一个热膨胀系数，这参考温度，这现在温度，这参考浓度，现在的浓度。你看这个一个热膨胀系数，一个浓度膨胀系数，在重力的作用下引起的一个动量的一个原像，那这个是对应的它。好，大概程序的内容跟方程的都是基本上都一一对应的，只是说有些地方。对它一些微小的一个调整，比如，溶质的传输，它有一块，它溶剂传输，它也加在这个程序里了，这一块。那程序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等会细节我们到时候还会再讲呢。挂载的话，等会再会演示一下。就是程序跟那个公式那里对应，大家有什么疑问？
公司的梯度指是哪个梯度？啊，你指的，比如这个温度梯度，还有这个一个，它这儿船只是没有那个梯度，就浓度梯度引起的宏观船只，它没考虑，就是宏观扩散等零，就是因为你扩散是微观现象嘛，它宏观上的扩散。因为这些方程表示都是宏观的传至的，这些生长的一些物理现象都是微观的物理现象，所以它是通过微观的对微观现象的一个相当于是平均化的一个处理反馈到宏观的那个传至方程中。这里倒三角，比如这些都是标准的，这个都你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昨天有一个那个 PPT，对一个不稳定项，那它有个不稳定项；这个对流项，那它有一个对流项；这里个扩散项，它这个没有。它有，它下面这个就有，含的这个也就有，那这个是个扩散项啊，对吧？跟它长得一样的吧，对吧？剩下一个原项，你看它一个原项，对吧？动量的话是 NS 方程，它这里没写。然后NS 方程 Brent 也是标准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标准的形式，到这里为止都是之前都是标准的，这个。就跟它一比较，就是标准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它这个标准方程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只要把，比如我们要改的原项，哎，提交给它，对吧？然后比较有扩散，就是倒三角有个梯度，比较温度梯度引起的，比如热传导，就这个玩意儿。那我们只要把这 K 给这个在程序。在那个程序中，就面板上给它设置好就可以了，对不对？就相当于这一项就处理完了，就是这么来实现的。就这一项不需要在程序中来体现，这一项是可以通过面板来实现的，就这么意思。因为这里倒三角就这一个要设置，剩下这个都标准的，因为你这流只要流动打开。这两个，只要流动一打开，这两个它都自动求解了，它是这么来的。还有什么疑问吗？参考函的话，程序中默认是那个室温那个温度，它就是一个参考函，因为我们到时候计算的时候，它有一个初始温度。给他的，因为就可以实现这个参考函这个事情了。因为我们有个初始化，有个温度给他，他就有个函值赋值给他的。我们到时候要处理的就是一个函变的过程，然后 CP 什么我们都是到时候会输进去，都是固定的。对啊，这个好像。这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看在面板上怎么设置，怎么把这个程序里，这个公式里所有的参数设置在面板，因为有些要通过那个程序来实现，像这些，有些是。像这个都是通过，还有个 CP 这种都是通过面板来设置就可以了，不需要通过程序来实现，它是两块组合在一起才实现这个模型的建立。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了啊。先打开这个。好，第一步，我们先把那个网格读进来。这有个网格文件呢，网格这个比较粗，为了便于就方便计算调试。后期比如网格是调试没问题，计算没问题的话，再把网格加密。加密的话，昨天也教过那两个方法，直接在这面板上就可以加密的，这个就不讲了。好，网格进来了，先看一下尺寸，尺寸它是0.5米，我看下。那个是什么？这是0.06，相当于要缩放10倍。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啊，这个尺寸就跟那个一样啊，就跟文献当中的是一样了。然后这个打开，它是这个损态的过程。啊，模型的话，它是欧拉。多项两项流，那两项打开就可以了。能量，它要算能量的，它打开就可以了。这样子，这两个我用的比较少，我一般都用那个欧拉模型，因为我算那个传热传质都有欧拉模型。我的理解是，这个 BF 是算那个界面追踪比较好。对，这个，但具体的话，这块我用的也比较少。这个反正有那个需求，可以私下里向你们学习也可以。这块我做指导可能也不太合适。这两块我用的比较少，我的强项就用这个欧拉模型。所以这个有问题，我们对欧拉模型里面还有一个 VF，它两个是耦合的，耦合可以耦合在一起，可以做界面追踪加多向流，就这个之前我做过是用那个冲行过程中就注定冲行，因为冲行你要有一个界面追踪嘛，冲行完之后我还可以记录液相。固相它的一个成分的一个分布，一个到时候用这个冲行完的结果可以导入计算后续的，比如宏观偏析，传热传质，哎，这个可以用的，这个可以耦合的，但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界面追踪的问题，界面追踪一般都是比较有空气向进来了，都需要有做一个界面追踪的问题，这样子。这里就是欧拉项打开两个，然后，流动的话就是，层流，这选这个层流就够了，层流就对应那个 NS 方程了。然后这里传质，这个打开就应该把这个勾掉，就把它清空，面板清空就是一个质量传输的这个模块打开就行了。好，这个模型选完了。我们先保存一下，因为这种软件不防保存，到时候设置到一半出错了，就白搞了。好，下面到材料这里啊，材料等我点一下，它会又跳出一个东西来了。好，材料它发现，哎，它多了一个这款混合的这个。它两个不兼容吗？我不知道，这个我没用过，因为我们这里不需要那个，不通过那个融化凝固模型来实现那个传质的，因为它，那个融化凝固，模型它现在是个单向的，就是，固液相它都是共用一个流动速度，它欧拉模型是固液相它分开的流动速度来处理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反正我们通过欧拉模型就可以实现它的一个融化凝固了。那个原来的自带那个就不用了，自动那个，比如它拖拽力啊什么，你都要额外的去控制的。这么，好，这里它出现的材料出现一个 mix，下面一个流动，这里一个固象，那么它是这么个理解的，混合着，因为我们打开这个模块了，所以它就一个混合，相当于是，你这个定义的某个项，它可以有几个容，几个组元来组成。比如说，我固象是，比如说，由固象的碳、固象的铁组成，对吧？然后液象是由液象中的碳和液象中的铁来组成，就可以分开处理的，就这个意思。那我们液象的碳、固象的碳、液象的铁、固象的铁，我们怎么样给它定义呢？我们先在这个流动这里定义。这里定一个，比如说液相的碳，对，取个名字，就自己一目了然的那种，比如液相的碳，对吧？啊，不替换，然后液相的铁，然后固相的碳，固相的铁。好，这个四个定义好了没？定义好了，打个一，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步。就把这四个先定义好，在流体这里。好，那我们。我们继续了啊，好，那么我下面要定义一个固象跟液象，我怎么把这个分开，分别给它组装在一起呢？这里材料定义，它在这里定义，先选上面那个了。好，第一个，比如说，液象，对吧？Liquid phase，对吧？的液象先定义一个。啊，先不要替换掉，行，那行，那它做了一个液相，对吧？第二个固相，base 对吧？定义完了啊，定义好了啊，你看现在这里2个了啊，然后分别开始那个，定义把液相那个选中先，好，你看这里有哪些要定义呢？第一个后。这个是像的组员要定义，密度要定义，CP 就是那个热容，这个是热导率、粘度、扩散系数，这是宏观的一个扩散系数，这几个都要定义，对吧？对吧？然后我们刚才程序上看，你看它密度都在这里程序中写着的，啊，那现在我们先要把程序给编译挂载进来，跟昨天的一样，啊，程序编译一下。挂载进来，那这程序就进来了。你看程序都进来了。那液相的密度、固相的密度，adjust，这一个是10的9次方那个，这是拖拉力，这是容质的传输、容积的传输，液相的那个原相含的原相、固相含的原相。这个是那个热容对流的浮力的原像。好，这个程序进来了啊，然后开始那继续到这材料的设置。这个是这么处理的，你如果定义在下面的固象的话，因为我这里到时候计算域是个流体域，是个流体域。我如果定义在固象里的话，我这个材料就没法。选择了，所以它这个地方要在这个里定义。这个只是个定义，相当于它一个存储空间一样。到具体后面的值是多少，是
是通过我们程序计算的，这里只是给它分配一个那么一个组元的一个名称而已，这个不影响的。如果你定义到下面的话啊，这个到时候因为这个是流体材料，你到时候就挂在材料就挂载不上去了。你这里到时候要选材料的，好吧？你先按照这个操作，后期比较有什么疑问我再怎么理解，到时候再交流啊。好，先定义这个液相的，材料了啊。第一个，把组员给定义好呢，点这个组员，它这个是之前默认的，比方，这个它应该是个水、氧气、氮气吧，它是这么来取名字。然后我们这个是液相，首先是看液相，那么我们先要把液相的碳给加过来，液相的铁加过来，哎，我们这好像不是铁碳。啊，重新定一下，七千，因为我之前做的都是铁碳，重新命名一下名啊。液相的铅，啊，液相的硒，好，不好意思啊，因为之前都做铁碳的。这几个一样的，就液相的铅、液相的硒、固相的硒、固相的铅，这个是溶质，这是溶剂，就跟我们的论文要对应起来。好，这个定义完了啊，叫我继续了啊。好，这个相当于是液相这里来，液相的铅，对吧？液相的硒这个。定过来，然后这个去掉。好，这里是有个要求的，溶质放前面，溶剂放后面，它有个顺序的。到时候这个是零号位，下面这个是一号位，它是这么来的。啊，点这个这样子选好之后，点 OK 就可以了，点 OK 就好了啊。这相当于它的液相的，你看液相的溶质、溶剂都定义好了。好，把液相的密度，你看用 UT，刚才程序挂载进来了，那液相的密度定义好，然后 CP 是个恒定值的，你看 CP 看一下多少次，CP 是260，这是260，热导率 K 它俩是一样的，55。然后年度应该是0.001，我记得是，年度你看0.001。好，这个宏观这个是扩散系数，这个扩散系数它是这里的扩散系数，就是控制方程宏观的一个扩散系数，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这里扩散系数，因为我宏观扩散是不考虑的，你看。它的程序里，它的公式里，公式里，它这个溶质，你看溶质，一个不稳定项，一个对流项，它本来应该有个扩散项，这个它只是加了一个原项，说明它的扩散项那个是不考虑的，就宏观扩散，我不考虑宏观的溶质的扩散。只考虑微观扩散引起的凝固，所以它这里是不考虑的，所以这个值应该很小的，1负20就可以了。好了，这个定义完了啊。水温度变化的话，是的，实际是这样，但是它这个简化了，它是这个常数，随时温度变化通过那个。property 那个宏可以写的，这个没问题的，就是你可以呢，这里 UDF 可以挂的，你只要写跟温度变化的年度，你只要公式有就可以写进去往里挂。但是大家我们是这个论文中它是个常数嘛，我们就先设个常数，然后这设置完了之后，然后点这个就好了。
相当的变相的设置完了。好，下面设置故乡的类似的。啊，这里就是要把故乡的迁先拿过来，故乡的西拿过来，这几个去掉不要，这是它的迁的。然后，容积在前面，容积在后面，对吧？啊，密度一样的，有点这个，把这个密度给加载进来 ，CP 一样的，哎，一个260，一个55。260，这是55，年度还是跟它是一样，反正因为你这设置也没啥用的，因为到等会故乡会选择禁止，这个有没有年度都无所谓的，-20，没有宏观没扩散，好，这保存一下就好了，然后把这个 case 保存一下先，材料设置完了。好，这个有没有问题？材料设置这一步，大家要不先休息一个10分钟，然后上厕所，然后喝口水，好吧？可以的话打个一，然后我们就休息个10分钟。然后大家也酝酿一下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开始。开始了之后再解答一下，10分钟啊，到25，好。